绍，基本上我们都以经典歌曲为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田野坊的这种行者呢，专门在服务机构的长辈，所以才会去机构做疗愈。所以呢，通常都会带来一些比较有感情的歌曲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非常的开心，非常的热闹，看到黄色衣服的帅哥美女们。接着呢，要跟我们的正能老师带来这首好听的《一见你就》。啊，那小声，你们的热情那么快就冷掉了，不会吧？那个可以来刮了哟。再一次，一见你就笑，这边比较有精神。再一次，一见你就笑。